时间是 OK 的吗？这有首歌现在。好，这边有。刚刚是谁？有奖征答，没有奖品。好了，大家都有节目测试。还有奖是谁？好，那个今天，我觉得这活动办得好好。因为我前一天才来去参加那个，就是你们金曲奖的演讲的其中一个特别来宾，没有啊，就是建奇老师在，就是他们就是，反正你们活动系列有一个讲座这样子，然后建奇老师可以分享，然后我去担任一个 part，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如果每一年办完这个活动，是吗？是，好，太好了。然后我就觉得，一直这样活动是蛮好的。好，那我要来唱这首歌了，叫《我想再唱起歌》。不知道大家应该都还是怀有梦想的年轻人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觉得我很老了，但我看不太出来，是吗？然后，就是等到你从学校毕业之后呢，你会有一大段的撞墙期，你在社会上的撞墙期，会面对一个你无法适应的社会，那有时候你会很沮丧。可是不管再怎么沮丧，你一定要相信你最喜欢的事情，你不要放弃它。就算你每天只做一点点到很微不足道都可以，一定不要放弃去做它的。那我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跟我自己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还是要弹着吉他唱着歌的。